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隋棠，我今天来挑战 Ask Me Anything。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喝一杯温热水，然后我的第一口食物就会是蛋白质。我会在每天早上吃两颗蛋，先让自己的一天的开始是营养的、健康的食物，这还蛮重要的。手机、钱包、口红，我觉得就是多看别人的优点，然后不要一直去注意别人的缺点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，大家都一定会有缺点的，但是我们只要尽量去看一下优点就好了。如果要说危机感比较没有，可是如果波动的话倒是有一点，就是我刚回来拍戏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离开家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另一半比较不能适应，所以我们稍微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沟通这件事情。他现在还是蛮支持我的，我就觉得很幸运，很感谢。我想要当一张护身符，我想当我小孩的护身符，在他们如果真的有一些很紧急的危难的时候，很希望我可以在那个瞬间可以保护到他们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